晚安，晚上好，不太亮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吉米粥。这手机应该没拍到你吧？拍到你算了。Hello， 吉米粥，谢谢你的文手礼，四汉午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拿一下我的口。晚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的咕咕棒？等一下，晚餐呢？没有晚餐。又拍到我，好好笑！你先帮我讲话，好像。不要。你去帮我讲话。我哄他一下。快点，小三美玲。好啦，那你哄他，你哄他。你就这样拍拍拍他。Hello， 米尔哥，今天帮我们家，谢谢思涵。因为我今天那个什么，就是我舅妈呢，刚刚把小孩丢上来，然后叫我照顾，所以我现在整个人就是在照顾小孩。小三美玲在帮我照顾小孩，我妈小声一点，我们先让她睡一下，因为她早上太早起。子子晚上好，小圆圆，各位晚安。等一下小三美玲在哄她，你们可以看小三美玲。她起来了，她起来了。那就让她起来吧。不睡了吗？不要睡觉，不要了，不想睡觉了。对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小心。你要去哪里？那小三美人，你带他下去吧。你带他下去一楼。你要抱他哦。来，抱他下去哦。哎，你要下去吗？你带他下去一下。好，走，我帮你。你要说他，你跟我舅妈说他一直哭。我舅妈在一楼。你要去一楼吗？这是我家侄子。刚刚在顾他。刚刚他本来在睡觉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他是美玲，也恭喜第二次选吧。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们都收到了。你要小心哦，老大你上单了，谢谢大家。晚安雨南，恭喜恭喜，我超爱这首歌。你说十一月的脚链吗？我也很喜欢。非常之爱，我先关门一下，因为冷气会跑掉。好 ，Hello 阿波，中午好，朱莉安，晚上好，期待 MV 跟期待的衣服，期待一波，勇哥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各位午安，晚上好，大哥府一定会有脚链吧？或许吧，让你们猜猜看咯。勇哥，谢谢，晚上好，嘎比冷伟，晚上好。谢谢朱莉恩 ，Hello 李烨，晚上好，金票，晚上好。我都办公室想好，六月发行，九月二三、二四握手会，真的吗？哇，那你真的是神会猜。YC 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时候。YC 中午晚上好，晚安宝莉，不是八点吗？我刚刚有发现都说我会提早开，七点开。朱莉安谢谢你的 love， 嘎比谢公谢谢你，喉咙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。四月晚上好，黑流星谢谢你的文手礼，这样我是九二四当天就可以当生日乞丐。好人晚上好，原来你是想要你的生日是吗？九二四，冷伟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see you。那我舅妈说什么？我舅妈有说什么？啊？我舅妈说什么吗？她说一个汤很好喝，等一下要上去给我们喝。你要喝吗？对，喝一下。蛮好的，她就是我们上次去 BBQ 的时候好像也有吃过吧？哦，我忘记了。
忘记也没有喝，但是是山上好吃的。咦，小三美玲今天在我家。下礼拜是我生日，你有直播？我因为我下礼拜的直播还没有排。你要生日了耶！生日快乐啊！你要送什么礼物呢？你想什么礼物？我送我。对。我送你，我可以吗？不要。我送小三美玲。嘉宾谢谢你的温手礼，你们今天都好漂亮，谢谢吉米哲。我知道我很漂亮，谢谢赞美。美玲要指定礼物吗？指定礼物？你要问你要什么礼物？小三美玲就想要衣服啊、包包啊、化妆品。送青青就好。我的晚餐还没想吃，应该吃家里煮的吧，我们家里有煮。晚安彩茶，晚安，晚上好 L， 晚上好。包包比较好买，对，包包比较好买，衣服也好买啊，饰品也好买，都好买。美玲怎么在这？她就是来我家逃避，没有啦，他今天来我家住，因为我们今天出去玩。下巴晚上好，黑杰克谢你的项链。我今天上班在当薪水小偷，在看你的生日礼物，谢谢 C 呀。心意最重要啊，不管是送什么，总会有用到的功能。写信也很棒啊。Hello Sally， 中午好，晚上好，艾萨克，谢谢你，艾萨克。最近一直有个东西跳出来提醒我要买来送你，该不会是梳子？加油，希望美玲五周年正式升七单 MB， 加油。好哦，加油美玲。你喉咙好多了，换我痛了，来去蛮好，那记得去看病哦。屁啦，我送你都没用，你送我的，因为我怕丢搞丢啊。你知道粉丝送给我的礼物都是当宝来留着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怕弄脏或者弄丢他们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蜡笔小新置物柜里面去。或许我有用，只是我没有拍照啊，没有看到啊。因为通常你们的礼物不太可以发到网络上去，这个是规定。对，给过。而且我其实我真的很怕，因为有时候家属给的都是手机壳，然后是白色的，那个时候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出去外面一定弄黑了，所以我手机壳几乎都是黑色或是透明色，就比较好那个弄脏。可是如果是你们送的，然后把它弄脏，就会有一点那个不好，就是会心疼。嘎比，谢谢你的相遇，我们快五周年了，三周年、四周年，我们四周年了吧？我们是四周年吗？五周年。你们是五周年，我是四周年了。小树真不会送，太白了，白色真的是。阿力恭喜上选吧，谢谢伟。那我也在那说要五周年了，对，要五周年了。我很久没送礼物了，打包我送去你家好了。如果姐姐们过就 OK。小三美玲，你的脚很臭哦。Hello， 飞哥，晚上好。你看小三美玲咳嗽很严重，这个运费有点高哦。最近喜欢用这个小鹿。今天小三美玲帮我拍的照片真的是好看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看啊？你其实是被他传染的吧？对啊，我是被他传染的，就他今天还来我家，他想再传染给我。好鲜呐，我爱美玲。你其实是被他有啊，好正，谢谢吉米卓，谢谢维。你这个特效就看不到鼻孔了，
看得到啊。好了，把特效关掉。我今天也有化妆，就不用我特效。恭喜阿丽再上选拔，谢谢查查。其实美玲是去蹭饭的吧？她是来看小朋友的。Hello， 改名 Kevin 的 Vivian， 晚上好，谢谢你。我感冒有好一点了，因为我有吃药，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多喝热水。有听你们的，只是我晚上鼻子会特别特别的过敏，很严重。喂，谢谢你的双手比赞。然后今天妆容很适合嘟嘴。晚上好，阿北，后面有一颗眼睛是什么？后面有一颗眼睛啊，那个是那个 Elsa 的公主的那个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棉被。小三美玲在我后面盖棉被。嗨，要好多就好哈。对 ，Kevin 的 Vivi， 谢谢文收礼。加鲁特晚上好，难怪我也快好了。你真的是许人精哎。哦哦，棉被，对，它是棉被。还有小三美玲的手。小三美玲呢，她就是真正的传染病源，她的名字可以改名叫小三病毒。只要每次看到她感冒，然后靠近我们之后，隔天就换我们感冒。小三美玲自己说的是不是？你先说是不是小三美玲？我不是小三美玲，你是小三病毒了。是大三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可是我那天有口戴口罩。志祥，晚上好。今天一直打喷嚏，我完蛋了。谁在想你？你女朋友想你。一到五选一个数字，三。小三病毒，他真的是小三病毒，是遇过最大的病毒的人。哎，你要快塞吗？我这里有。不要，不要。快点，你先塞一次，我想要，你就不要告诉他们结果啊，你就自己知道结果就好了。好，因为我等一下啦，有掉吗？没有，宝贝，抱歉，没关系，还有他没有，给我，他是香的，所以还好，给我，他很香哎，你闻、啊，我想我没有闻，我的手是他的味道。你就不要给我们看到你的那个，我忘记怎么快塞，就擦鼻孔。三型病毒，三型病毒，怎么很可爱？阿丽今天要吃三碗饭吗？没有，我不要吃那么。你帮他戳，不要。我不要告诉大家哦。破案了，思涵，谢谢你的 love， 笑鼠，他是大三病毒，干嘛？因为你知道我前几天也在直播的时候，这个快塞，还好我没事，我非常非常的没事，两条线呢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有四条线，它是三条线，它很让人伤脑筋，三条线是那个马友的裙子。选拔七位的去。Hello， 哥哥。啊，好痒啊！不要乱叫啦！你是怎样？是五圈吗？都可以吧。哎、欸，你地板鞋有什么可以穿进来？哎、欸，你给我对不起，忘记。Hello， 一晨，笑死。美玲她就是这么的吵。如果真的是两条线，你觉得我要怎样？你就出去，主任晚上好。什么时候去找姐姐？下礼拜，下礼拜跟着吗？乱叫，嗯，对，这样转，转几次？哎、欸，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它里面没有水哦，在那个那边。哦，你到底就看一下嘛。好可怕哎！有可能哦。是真的有可能。可是你没发烧。啊、而且你去看病，他也没叫你快塞。有，刚我带小三美玲去看病，那贾阿丽就没事了，应该不是。还是你现在快塞就可以了。那、欸，你自己转转转转，然后塞。那个垃圾不要乱放哦。好，主任晚上好。已经可以了吗？可以，那要放好。放那里。那盖子嘞？
后面有盖子。好，那你给我那个，对，把垃圾丢在那里面，见证奇迹的时刻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告诉他们，我先放低哦。二四五，那你不要告诉大家，真的不要告诉大家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说哎、欸，很可怕哎、欸，你真的不要说什么。我没有说，是他刚刚水完全不给我滴。那你先把垃圾丢掉。看看看看，超可怕的。等一下，他水进不下去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你不要拿掉它，因为它那个，你先把这个全部放进去。很紧张哎，不用紧张。哎、欸，盖子在那。好。哎呦，我看看，它本身就是这么红。你不要滴哦，因为它。我觉得你们守不住秘密，应该是会三条线。我觉得是八条线，对，八条线。嗨嗨。美玲为什么那么好笑？什么好笑？什么？好可怕！哎，你在打？哦，好像没事哦。是吗？一条线过了。没有，可是他等一下就会有吧？没有，通常是一条线过去就过去了。哦，好，那不是，大家不是。等一下再看一下，要翻车了。但我真的很想死掉的那种。美玲好正，美玲超正啊，她一百万分正。没事啦，嗨美玲，大家都说嗨美玲。她叫做嗨小三。晚安啊，毛巾哥。嗯，安全，很安全，非常非常安全。好，西兰晚上好。八条线快塞两条，额头三条，还有三条呢。三条这里。美玲不是应该去陪袁小姐吗？为什么要陪袁小姐？她为什么要去陪袁小姐？我没事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拿那个麦耳环的袋子吗？我想把耳洞。说好不讲结果的，哪里没有？他是说如果中了他就不讲。那是六条线吗？嗨每日阿里期待六月生日会期待哦，我也很期待。欸，怎么办？大家五条线怎么办？五条线来自哪里？都不讲，大家都知道中了。可不可以嗨一点的歌吗？明天生日啊，抓到忘记他生日。嗨上夜店的歌，那是明天的事啊。今天你换歌。EDM。五条悟，五条悟是什么？美玲晚上好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今天去买了一个很好看的耳环。它是英文。英文呢？哎，有了。你看，很可爱的耳环，但是我想把我的耳朵清一下，因为我的耳朵好痒。今天要到几点？今天到八点半。皮肤是不是有比较好？今天好看的，今天有化妆，今天有玩妆。Hello， 博成，谢谢你的文手礼。Hello， 博成 ，Hello，Hello， 五条老师，你居然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哎，怎么办？美玲晚上好，西来晚上好。颜子族明天生日，我们晚上十二点要去他的直播间。他不是今天要直播吗？几点的时候要直播？哎，你知道今天小三？哎，你知道今天那个谁要直播吗？晚上？我不知道。猪猪啊，谢谢博成的 love， 我传的那个图，嗨嗨嗨嗨，怎么那么嗨呀？因为他说他想放很嗨的歌。他就是嗨嗨歌。今天晚上十点半直播。十点半。好，那我们晚上去吵他好了。哦，一起带路啊。我的耳朵受伤了。痛吗？很痛。Hello， 才晚上好。可以帮我恭喜旁边的人吗？好。哎，他说恭喜你，小三美玲。谢谢。他说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おいしてる。
大丈夫，嗯，すりませ、さりませ、嗯、还什么？嗯，哎、欸，你说很丑怎么讲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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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他教我，小三美玲教我的，不是，不是。连上两次也蛮厉害的，哎哟，上两次哦，厉害哦。小三美玲本来就很厉害，只是他没有把他自己原本有的东西展露出来。他有的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。有什么？有哎、欸，你两条线嘞、欸！哈，不要笑我。放在那边。他教我两条线了，谢谢。两条线。恭喜阿丽，谢谢哲伟，学着点六单选拔掉的。好，我会学着的。那我问小三美玲，小三美玲是什么两张都上一起连上呢？他们叫我学你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叫我不要掉选拔。啊，就是你要跟老板沟通吗？乱讲话！哦，小三美玲原来你是跟老板沟通。笑死，晨晨好可惜，对啊，想看晨晨一起，我很想看可爱团都一起，但是每次都没有一起。但是只有三个人。对啊，上次一秒的时候，一个人，两个人，然后六单的时候一个人哦，可爱团一个人，然后六单、七单三个人。最多了很多了，也是不错了，差一个，谢谢你们。晨晨一定是没有去跟老板讲话了，乱讲。我们不要学那个谁，小三美玲乱讲话，他每次讲的话都没办法当真。你们知道，他真的没办法讲话，都没有办法是震惊的。可爱团五个人难度，哭哭，想要一起的说，3 6 9 3 6 9，什么三六九？一个玩游戏，小三美玲，我要带一次小三美玲的故事。4 5 6 7 8 9 10 11 12 13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你都没有那个擦，很脏哎、欸。啊？你的耳环？我不会擦呢。你要擦，用酒精擦。为什么要擦？美玲只有说，嗯，汤才能当真。晨晨不爱讲话吧？晨晨要满18岁才会去参选吧？认真就输了，少一位还等小会选吧？听说六单晨晨连品鉴都没有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忘记他有没有参加。有吧？怎么可能没有？我耳朵好痒哦，因为我刚刚耳洞不知道什么了，好疼啊！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，美玲都没想。我们去跟老板说，晨晨你可以上选班吗？去跟老板说去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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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的腰很酸痛，女儿跟我讲的哦，真的，大概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每次就选拔都是蛮，因为我真的没办法顾得了别人，我顾不了自己了。哦，那时候选拔，哎，那时候那个什么，就是那叫什么？我没有跟他一起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今天的妆堪称完美，这次好多二期生入选吧，看来二期的时代要到了，加油啦！我觉得都是加油，没有什么分什么时代不时代的，就是
加油咯，晨晨有上有没有，就是好好等待。也是美玲对你做了什么要算没有啊，是我今天走来走去，你的生日啊，要唱世上自由，哪有他哪有奖励，乱讲，你一定在乱说话哦。小叔是说真的吗？他是说假的，停立时代。你的歌很那个哎，我们来放 Blackpink 了吧？嗯。B， 打一个 B 就是 Blackpink 出来了。Blackpink 呀呀。石透亮二十八天淡化暗沉。哇哇哇！这是什么？好了，的确这首歌有点听到烂了。记得。会吧，应该是会。主要发我跟你的 reels， 明年，我会提前发的，应该。我可以卸妆吗？可以啊，但我这边好像没有，我要去买一二三，再次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完了。啊，没有电池，啊，算了，那再说。发拍完。耶，拍完了。他会有吗？他有照片吗？没有，要那个去洗。想连线的香烟阿丽，谢谢秘书，你会跳吗？谢谢香烟。秘书，谢谢掌声鼓励，恭喜阿丽美玲登上选拔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半拍配对，是不是大家要送阿丽礼物了？没关系，是不是帮我们开一个商品之类的？我直播都是这样子，我直播都大家都送我香槟，我的香槟就是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君秘书 ，love you。那那那那那那那 shut up， shut up， 喂喂喂喂喂喂，我的我的。好棒啊，我们不会喝醉，已经喝醉了，棒，没有，我没有，谢谢秦米秋，恭喜你们三个人嗡嗡都进选拔了，谢谢黑流行，谢谢。
你肚子饿了吗？真假？我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喝汤。还有猪猪啊，上什么都上了，很开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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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真情告白，告白气球，谢谢黑流星。小三恭喜入选呐、啊！加卷加卷加卷起来，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咯。啦啦啦啦啦！就每日要去蹭饭，就说每日是要蹭饭。你来蹭饭的，蹭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是来那个，就是免费吃我们家的饭意思。有猫猫、竹竹、咪咪、栗子，这单位已经感受到草的 feel 了。猫猫其实是很震惊的啦。我爱听的歌真的都洗脑到大家都会了耶，好恐怖哦！阿丽煮饭给美玲吃吗？亲自下厨没有？是我舅妈煮。吃泡面。美玲缺男友吗？哎，我们等下去买韩国泡面。好啊。你缺男友吗？他缺男友是什么？你缺男朋友吗？我缺男朋友100个，我们都缺男朋友，我缺100个，但是我们不能谈恋爱哦，不好意思哦。他是要一个男朋友，我要100个男朋友，我要一个男，要一个男朋友。不吵，汪汪自己下安静。加速说他应征你男朋友，到哪里找100个男朋友给你们呢？我要那个生日礼物，我要男朋友，送我男朋友100个男朋友，送我。小三美玲真是不没办法，他的愿望是大家都达不到的。100一个礼拜要怎么分配？对吗？你100个的话，你一个礼拜要怎么分配？对呀，一个小时一个人呢、啊，一天有24小时。好傻眼哦，小三美玲变态哎！我这一台是最干、最安静、最纯真、最单纯的一台一台直播间呢。你看人家说好哎，看人家都给你，你们现在才知道小三美玲是这样。你们有去过小三美玲的直播间吗？我是不想去，因为我觉得小三美玲都没有认真讲。我不想去。我的是很嗨的，很嗨，很嗨啊，多嗨啊！就是一直播那些很嗨的。同时间来吧，别分配，这就是美玲的本性。小三今天住莉莉家吗 ？Yes， 1天24小时，一小时一个人也要4天超过才有可能啊。他可能是5分钟吧，5分钟换一个。我第一次认识美玲，美玲她也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。晚上好啊，回回。我想要来念那个今天，我想要来念 IG 的留言，好久没有来念留言了。
来了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可是他怎么喝啊？太大了吧！哎，哈哈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阿妈。哎、欸，不是太油了，等一下等。哎、欸，一定很好喝哎、欸！笑死！你要洗手吗？用这个洗手吗？太油，很像阿妈我，有吗？你先拿放着。超可怕！你有筷子之类的吗？我们要什么？这个怎么吃啊？这里有筷子吗？拿碗来，要去拿碗，但是碗在楼下。那你没有人。那你只能这样喝、啊、可是它真的看起来很好喝，我要喝一口。哎、欸，但是你感冒了，你要不要下去拿碗筷？你下去跟他们说可以给我碗筷吗？筷子跟碗对你真的太大一锅了，但是这个超好吃的哦，跟大家说这个叫做猪肉酸菜汤。这一大锅真的吓死我，哎，就一碗安。对，美玲今天在我家，感觉很好吃。这个是那个，嗯，这个是我们家今天有人杀猪，然后就是有人办喜宴那种，然后给我们吃的。对啊，我先登录一下 IG， 我想说要来跟你们念呢。TEA， 听 TP， 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帮你装。忘记密码，谁给你？那个你的舅妈吗？啊，到边下可能会忘记密码在教会。虽然刚吃饱了，但又听到饿了，而且太大一锅了，真的太大了，超大哎、欸！你有吓到？你刚有吓到？刚他们说会吓到，体温山猪感觉好好吃。我的密码我忘记了耶，我忘记我的 IG 密码。IG， 我不知道哈。完全忘记密码，我忘记密码了，完了，我忘记密码了，我忘记我 IG 的密码。TINGLI 对不对 ？AKB48TEAMTP 嘛，对不对？我 C 一啊，我知道，打错了。哎，他不给我进嘞，怎么办？天呢？是哪一个的 power？ 哪一个？天呢？是哪一个的 power？ 哪一个位？第一个吗？最好的吗？最近的吗？嗯。好，我的账号忘记了，怎么办 ？Hello， 子子，念。好可爱。
谢谢。太漂亮。谢谢。请问那边是天堂吗？怎么有个那边是地狱？那边超热。谁怎么生？什么东西？挺立超好看。谢谢。好可爱，好好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仙女沙什么哦？啊，你好正。谢谢。感谢小三。小三，感谢。哪里来的仙女？我等下再用好了。好，爱第二张。会爱你们哦，美丽丽，爱你们哦。土里有一篮番茄跟一只小辣椒，清新脱什么的美丽，超美仙女，太美了，不说，还以为是专业的拍的，好强。小三美丽是很强的摄影师哦，不行哦，人美怎样拍羊拍都美。为什么他念留言那么好笑？拍的很好看，爱心仙女姐姐涂舍加 wink， 我直接没了。阿丽好正，阿丽是笨蛋，很会拍，艳丽，美玲拍的好，美，好没了。好看一下素颜，很想喝汤哎，就卖不快快。我也想吃，然后刚刚那个他说。里面有马铃薯，马铃薯就是要保住身材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吃。他这样跟我说，每日是搞笑偶像吧？我哪里搞笑？我就很好笑啊，很好笑吗？上面你真的很好笑。我可以当搞笑艺人吗？可以啊。哪里有马铃薯？没有马铃薯。哎呦，好烫！假笑话！笑死！很香的味道。对啊，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。来了，听到我就马上。第五章可以把书拿走吗？其实有拿走的哦，我只是不想给你们看而已，因为我本身呢是比较保守型的，对不对，小三美玲？呀，就是我有把书拿掉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，可是我就是有保守型的。今天会播到8:30。你是怎样？这里的服务生，谢谢。舅妈，你拿太大一锅了，你是要给猪吃哦？这里，谢谢。这个你，我们泰雅煮的最好吃的。谢谢。舅妈，你太粗了，谢谢。等下还有那个，等下还有那个芭乐那些，你就先吃就对了。我等下下去吃，我等下播完就下去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先吃，先吃一点，电位再下去聊天。好。有谁？楼下有谁？都是阿公阿嬤，他是我团员，可爱吗？全圈知道他，他说是不是那个？那你等下给他签名一下、哦。对对对，那个我弟弟，我表弟在等你们两个明星，他拍照嘛。拍什么照？你要一张500块哦。那没问题啊。舅妈我也要，不要嘲笑我煮。这个是，这是地瓜，我帮你盛，我帮你盛。好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酸菜。要。舅妈也太过热情了吧？我跟你讲，我家今天超热情。你知道今天那个小三美玲来我家，她说什么吗？她说：“哎，你们家跟那个哈永家超级一直讲话的，都跟哈永家那个感觉很像哎，这样就是一模一样。”她就是意思，她说你们家都这样子吗？我说我们家嗓门很大吧。他说：“你家的声音都超大的，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有很特别，原住民腔。”对，你学一下。你讲一下，我也不会讲，你会吗？我已经被社会化了。是怎么样？就是阿里，他说那什么什么什么，走开，你在干什么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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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本人，是日本人，超好笑。等我一下，要杀猪了吗？电脑要不要放？先把电脑拿走。等一下，我们先不要放歌，不然真的很吵。没有椅子吗？哎，你帮我放在那边。
妈放床上。好，就有椅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就这样。哦、你小心这个不要掉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。好，谢谢下巴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要杀猪了吗？没有要杀猪、嗯。这个是什么？地瓜。马铃薯吧。嗯，地瓜好吃。嗯。真的，嗯，很好吃，我喜欢，我很喜欢这个汤。今天我们喝的汤呢，是原住民的那个猪血汤，嗯、猪就是反正就是里面有酸菜跟猪肉，还有一些就是猪肝啊、猪什么猪肠啊什么的在里面。我个人是没有喜欢吃猪肠，所以就没有。很好吃哎，那你们真的会养猪，然后他们？要杀它然后吃吗？因为他有人家不是有一直在杀吃吗？对啊，但是都现在都买现成的，很少人会自己养，然后可是上次我去就是你们的 BBQ 的时候，不是有人有养？对啊，也有人养猪。嗯，好吃哦。那是猪杂汤了，对对对，猪血自制的嘛，就酸菜锅底，对对对对对。类似的，这个是酸菜，你们可以看得到我汤底吗？刚刚那里还像煮鱼，其实爸爸妈妈会不喜欢你嫁外祖，不会啊，这个很烫。我们家是什么人，他们都很喜，会很热情的人，很好喝，很喜欢。我们家喜欢热闹。我电脑都是拿来看电影或是听音乐，不太会用电脑。这有味道吗？没有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很好吃哎，很甜。嗯，好吃。我们还没吃晚餐，不要加马铃薯这个。它是可以皮可以吃吗？谁？在你房间呢？在晨晨弟弟房间。好好笑，他们就叫我一吉利。一吉利。一吉利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有吗？伊玛拉鲁苏是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伊玛拉鲁苏，这就是晚餐。嗯，小山美丽拉鲁姆。嗨，我都记得。黄国记者可以，纪元请入祖祖盟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教我原住民。美玲好爽。嗯，你想要什么的？都可以。加油是那个 Logas。Logas。Loga。Loga。嗯，好。然后看你想学什么。谢谢呢，有吗？嗯，忘记了。可爱。维杜诺。嗯，是那个啊、哦、我弟弟叫晨晨，那个维杜诺。美杜努，美杜努，美杜努，我要这个酸菜。你会吗？真的很好喝。不要淋到旁边哦。我喜欢。好烫。酸菜。你不喜欢很咸吗？什么？我很喜欢很咸的，我觉得很刚刚好。哎，我就是很喜欢咸的人，因为我每次咖喱饭加盐巴的人。美玲不挑食啊，我什么都会吃。我每次带她去山上，她什么都要吃。有一次我们去吃烤肉，她就一直吃一直吃，很厉害。她也很爱吃泡面，上次来我家直接干了三碗泡面，你还记得吗？台北的家，
我就帮他煮一碗，他说阿丽我可以再吃吗？吃第二碗，阿丽我可以吃吗？第三碗吃啊。美玲是猪吧？晚上好，我光太光太，真的太咸了。他说对啊，如果我因为被他吃完了，不然他可能还会再问有没有第四碗，很好笑。小三美玲就是很会吃，很会吃，大胃王。那你去晨晨家，他们家是也都很常买吃的。对，因为上次去烤肉店，然后我吃了16份牛舌，16份，然后白饭30000，超多。他是日本人，他是台湾人，不会挑食，然后这么瘦，对，就是这么生气的点是，然后那么瘦。没有很想生气，因为不是每天会很会吃啊，就是有时候不吃东西，然后他就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，对，他一吃了就是吃很多，不吃就是完全可以不用吃。欸，你要吃肉吗？你不要吃下面就好。嗯，吃上面。嗯，拿过来给我一点。欸，他讲什么？这个Ohio， Ohio， 早安，早安，这么会吃，你知道那么瘦合理吗？美玲是黑洞吗？吃这么多都不长肉，她习惯了吧？在台北、台湾，嗯，上面说你好，帮翻译，帮翻译。那你教我那个，我喜欢你 ，ski， 那就说我喜欢吃这个，喜欢吃这个，嗯。很难呢，很长哦。爸爸算会，你一定不会。那吃饭怎么讲？吃饭，ご飯を食べる。啊？ご飯を食べる。ご飯うんが食べる。断念，这个叫汤是 soup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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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那个英文 soup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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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 ，soup， soup， 对。很简单吧，很简单，这个很简单，是是是。那好吃的日文呢？这是什么？卡哇伊。爱している。不是，爱している是爱你。こんばんは。明明就叫过上次的。爱しているは。你再加一次，一个 big 哦，おいしいデル，不是おいしいデル，おいし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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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デル，おいしい，おいしいデル，おいしいデル，就是好吃，好爱你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就是玩妆出去拍的，他讲什么？他说对的，おいしいデル，对的。我喜得鲁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就在笑啊，笑你啊。对打是好笑，也不是对打就是哦，你讲了，哎、啊，你又讲了。对打，对的讲，对打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取一个日文名字好吧？阿里哦，不要，我想要阿里亚多。真的？什么意思？阿里亚多，阿里亚多，阿里亚多，我叫阿里亚多，大家好，阿里亚，阿里亚多，阿里亚多，你就是矮，你知道阿里的日文是蚂蚁的意思，蚂蚁就是那个钟啊，蚂蚁的意思、啊，阿里，对，那我可以叫阿里嘞，阿里叫什么？没有。但可以这种感觉，阿丽就是可能对日本人来说很好记的名字。但我觉得我以后的老公要叫阿斗，我叫阿丽，他叫阿斗，是嘎知道吗？嘎斗，嘎斗，嗯，阿里嘎斗，阿林跟阿里嘎斗，阿林跟嘎斗，阿里嘎斗，阿里嘎斗，对。那另外一半叫嘎斗，我叫阿丽，我现在改名，所以等下看到大家都叫嘎斗，嘎斗，嘎斗，嘎斗。好好，我吃饱了，太快了吧！不想吃别的，不想吃这个，很咸，我觉得太咸了。我超喜欢这个咸度哎！我是重口味的，干豆。啊，竹笋呢？什么东西？竹笋，笋子。
那我叫タケノコ。对，タケノコ，因为我的阿力泰雅族就叫竹笋村子。タケ什么？タケノコ。对，タケノコ。好可爱哦。ありがとう、タケノコ。タタケナカトカト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嗯。啊，你姑妈不要加盐吗？哎，人家真的叫阿斗，好可爱，不错。我这一边有闲食，你们要不要？我吃饱了。就阿力家吗？对，嘎斗，好多人叫嘎斗。晚上好，嘎斗，谢谢你的相遇，嘎斗。这是什么？タケノコ、ありがとう。タケノ，哎，算了。想念了，我觉得日文好难哦，日文都乱七八糟。对啊，超乱的，超好笑。你上次练习的时候，就是日本老师唱歌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，那什么よろしく什么是什么意思？よろしくでかっちゃうじゃん什么什么意思？超好笑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，反倒显得了。你说那个是谢谢的意思，就是乱唱。效率改名赞，超好笑的。谢谢相遇嘎豆，兔兔晚上好。你还要吃哦？你是猪哦！你等下不是还要吃别的？要吃什么？我要去买泡面。我不用吃了，感觉就是吃这个就好。这个太咸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我很喜欢咸的。我看美玲可以吃三碗，他已经快把我的汤喝完了，他已经喝三碗了。我想吃那个菜。哪里乱哈？明明我想好吃。你直接用筷子，筷子哦，对对。这个菜很好吃。亲爱宝莉。阿力很认真挑战了解日文的意思，啊，好多耶，很多。凯明这么会吃，他已经要把，哦，很多，很厉害。你不吃饭吗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想吃菜。你的手都湿湿的。嗯。你要不要滴到处哦？先擦。卫生纸有吗？那边。那是上面，对。谢谢。那你可以来当原住民了，他们的东西都是这样子。我喜欢吃菜。小三美玲真的很厉害哈，他应该可以把我的汤喝完。我是好吃的东西一直会吃，就是自保也还是继续吃的那种。然后我就是我的裤子会打开。美玲明天要运动哦，他不用运动。不会哦。仙女，谢谢你的光太，谢谢你的仙女。你打人我看不懂，我日文真的是很棒，很棒。哪有？你一定是在说阿丽很漂亮。谢谢，你说阿里跟小三美玲很漂亮，谢谢太郎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。太咸了啦，小三美玲，没有，我咸到我头好晕啊，吃点甜的，压压我的咸。真的好喝，什么意思？跟阿里一样，感觉我明天身体会很好，吃这个就会很好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一直吃菜，是不是很健康？我不知道，很鲜嫩。
房间都是这个猪菜汤的味道。等下我们就一起放下去哦。Hello， 季风亮，晚上好。我们家今天在开 party， 很多人对不对？楼下超多。那我们没见吗？没有，今天好像我舅妈的亲戚有来。嗯。破烂东西。晚上。我每一次就是去你家就很热闹哎。坤坤晚上好，因为我们家每次都这么热闹，不知道什么，很多人呢、啊。大家庭的原住民就是这样，他们觉得很好。那小弟弟，超可爱。他在哪里？他在玩呢。哦，他没有睡觉。他在玩。算了，让他玩累一点，不然他晚上就可以直接睡。哈哈，又来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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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菜味，对啊，方。什么时候带我见你的岳父？Look at you, not look at me. Look at you, not look at me. 谢谢毛巾哥。How you like that?、嗯、这个马铃薯真的很好吃，很甜。嗯，好像这也是山上的，超好吃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马铃，你们有看过这种小小的马铃薯？全家有卖啊，烤马铃薯。这个哎、欸。对啊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吃这个。Goodbye。I just have to say how you like that。这是柠檬吧？他们说这是柠檬，蛮像的。你尝柠檬啊！哎，你小心不要滴到衣服。衣服？嗯，有吗？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嗯。新买的衣服，对，那是马铃薯。这个马铃薯真的很好吃，看你吃的很开心。柠檬的年纪没看过，全家有卖，有，他们说有卖。爱分享的柠檬，怎么唱？的柠檬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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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忘记，是不是忘记了？忘记，我 reset 的歌都忘记。嗯，晚餐外带的吗？自己煮的吗？我舅妈煮的。来宾，哎，我觉得吃那个药会想睡觉。是什么？你的那个药？为什么？像想睡？是因为那个吗？是药的关系吗？嗯。还是今天很累？今天从早上就起来了。你通常几点起来？但我也差不多要关播了。嗯，你要你是就是没事的时候，你几点起来？你几点睡？通常我差不多撑不到一点，我就想睡觉。那几点起来？九点。好早。十点，九点十点。好早。我没办法睡到。下午什么的没办法，我最近很早哎、欸，我最近十二点前一定会起来。有有有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十二点前会起来，最近我之前睡到下午六点的那种。你阿妈都不会觉得说很恐怖？不会啊，他以为你昏倒在里面。因为我都是早上睡到之前，十二小时七点之类。他打什么？虹子で早いとか言うな。他说他觉得两点不会迟。十二吗？十二。他觉得十二点不是很早，但对我来说很早哎。就是我十二点起来，他觉得不是很早，但我对我来说很早。那你一定是一个夜咖。因为我之前是下午六点才会起来的人来说。就是十二点是不是很早，对吧？嗯、对吧？十二点很早，
对啊，十二点前，我差不多十点或十一点就会起来。最近，啊，他说美玲不要说起床在十二点很早，啊，他说美玲不要说起床在十二点很早。对啊，但我觉得很那个耶，我觉得很早耶，对我来说很早，不会觉得。对他来说很早。对啊，对我来说是晚。要么对我来说很早，因为你是会睡到六点。对，之前是睡到六点的人。你的一整天都已经没了呢。我之前是早上睡的那种，六点起来，然后早上七点八点睡。帮我加汤，只要汤就好。哦，你很厉害。我想跟马铃薯一起吃。哦，真的，我已经吃饱了，一点想吐了。但我等一下先去吃芭辣。我不喜欢吃芭辣。晚上十二点前睡到下午六点，他很能睡。不是啊，不是 CK KC， 不是 KC， 也不是 CK， 是 KKCCCK。这在加拿大买的，好便宜哦，超便宜的，超便宜的哦。CK 是我，为什么是你？累了吗？头有点胀，不知道是不是味道闻到的就是好胀。我是 KKC， 我是 CCC。哈喽主人，晚上好。小三美玲的脚，晚安，晚上好，看你。哦哦，难怪是 CK， 所以你是 CKS， 那我是 TL。L T L L， Hello 光太，谢谢你的项链。T， 可是我都把 Link 放在最后面呢，所以就会是 T L L 啊。他有些写的四叶草。真的下播就要睡到十二点才起床吗？美玲是 L L， 嫁给我就 C T L， 想太多。谢谢 Vivian 的掌声鼓励。我只知道 T C L， 那是什么？多好吃，哭个小人，很好吃。帮我发，你吃饱了？嗯，谢谢。嘟嘟嘟，超好吃。哎呀，开始想睡觉，是不是出吃饱就想睡觉？我也可以入赘做 LKS， 谢谢太郎 TCLC 加公司。好啊，
看到我的手，我已经收好了，等一下我把它放下去。哎、欸，你待会下去放这个，好，顺便去吃麻辣。这味道真的太重，都是那个味道。呱呱，谢谢分享。我要来先念榜好了，我要把全部的榜都念一次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都会从最后，哎、欸，但是我今天只有十七名。你知道我之前五十几名，我从最后一个念到第一名。厉害啊！我今天没有五十几名，好吧，我以为只有今天只有十七名，十七名，谢谢雅哥，十六名谢谢秘书，十五名谢谢祖祖生日快乐，第十四名谢谢令杰，第十三名谢谢朱里恩，第十二名谢谢祥磊，第十一谢谢思涵，第十名谢谢嘎逼，第九名谢谢光泰。第八名谢谢博晨，第七名谢谢 Vivian 改名 Kevin 的 Vivian， 第六名谢谢伟，第五名谢谢黑杰克，第四名谢谢钟莹，前三名呢谢谢，第三名谢谢下班，第二名谢谢黑流星，第一名谢谢吉米周。谢谢以上一到十七名，谢谢你们的陪伴。我一定要站着，我这么觉得我的头好晕吗？这个味道真的很重，很想吐哎、欸！我真的想吐，这个味道太重。哎、欸，你的地板鞋，我想睡觉了。我的头好晕啊！为什么这个酸菜的味道那么重？其实我没有很爱吃酸菜。谢谢伟，谢谢钟颖，谢谢。你们有看到美腿吗？你快点跟大家说拜拜，一凡拜拜，人伟拜拜，伟拜拜，钟颖拜拜，秘书拜拜，拜拜 Vivian。我想睡觉了，怎么办？你先陪我下去放这个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卸妆洗的，可是我要去7-Eleven买卸妆的。你没有卸妆的东西哦。没有。我刚忘记了。闷闷闷挤不加了，阿丽快去开窗户，很闷呢，超级超级臭的，闻到了就觉得头晕。拜拜。